真的有一个我很爱的女孩，如果她明天就答应我，明天就可以跟她直接公开，立马原地娶她。但我不是粉丝的心态，我是真的觉得她可以做我的女朋友。近日，黄子韬在微博发文带上韩国女歌手 IU 的美图，随后又删除了，引发热议。他又在晚上的直播中说有喜欢的女生，称会看她动态一整天，如果她答应自己，他可以立马就公开并原地娶她。他还说自己曾给她私信，但没有收到回复。有网友猜测黄子韬说的女生是韩国歌手 IU， 网友们纷纷表示黄子韬追星的样子跟自己好像，幻想着可以和女神谈恋爱。但是黄子韬却解释说，我不是在追星，这是一种爱，你们不懂，有时候不要拆穿。此前黄子韬曾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想谈恋爱了，但是不知道这次他对阿优的情感到底是崇拜还是爱情。